欢迎来到 Westrich Bay 威特里奇湾，超现代住宅内享受无尽的奢华，第一排最佳位置观赏奥肯纳根湖的壮丽景色，位于西基洛纳豪华安静的社区内，走出您的家门就可以来到800英尺湖岸线的白色沙滩，在私人无边泳池旁放松，或者步行至您的私人码头，在奥肯纳根湖畔体验度假式生活。爱做梦的 Joanna 今天在 West Kelowna 带你看一个超豪华社区，有着72栋的豪华别墅，位于湖边。社区内呢有着很漂亮的公共设施，游泳池呢可以俯视 Kelowna， 健身房，室内高尔夫球场。户型呢，从2200平方英尺到2800平方英尺不等，每一个户型都拥有着漂亮的湖景、双车车库，还有屋顶露台。内部设计呢，也是非常的高档优雅。大面积的厨房，有着陶瓷的瓷砖面 （porcelain tile）。博士的全套电器 slow close drawers， 非常漂亮的可以隐藏很多物品的大的橱柜。每一个房子呢都有着十尺的层高，光线非常的明亮，16英尺的大的落地窗，可以直接走到你的室外露台去欣赏奥肯纳根的湖景。Westrich 社区允许养宠物，允许长租和短租。在河西政府申请短租牌照以后，可以做 Airbnb。这个是无人机现在拍摄的实景，可以看到前面几排连排屋的景色，会非常壮观。和朋友小聚，俯瞰湖景。然后乘船分分钟到达对面的市中心，再来一个 after party。 人生苦短，活在当下，享受生活吧。这个小区它的土地性质呢，是我们比较少接触到的 First Nation Land 原住民土地产权。那它拥有着125年的 lease， 它是非常适合于海外买家的，不需要担心海外买家税，然后投机税这些问题。那么这个项目的第一期呢，大概是2025年建成，它的押金呢是20%。如果想要得到更多资料的朋友，欢迎联系我们哦，拜。